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女子。我们继续来玩对马岛之魂。上一期呢，我们是和杰奈帮助杰奈救出了他的弟弟龙啊，那个大胡子正太。我们这次呢也要去继续他的任务，但是在那之前呢，这边有一个神社可以得一个比较好的护身符，我们就可以上去啊。上去的路从这边走，一般顺着他这个路走就会比较好一些的。看看从这边能不能绕上去。如果路过看见的话，还是要去拿一下这个护身符的。好的，我们从这边上。太大。好，我们找到了。看一下怎么走这个位置啊？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被烧断了，好像已经被烧断了。有个女巫在和我们说话，看来我们走这条路是对的。有没有什么能过去的地方？没有，并不是这里。那是不是这里呢？这里是我们刚刚过来的地方呀。在这。武士と知っていながら俺を止めるのか。どういう了見だ。私の役目は神社を守ること。この戦が終わった後、神のご加護を再び求めて、民が詣でに来る時に鳥居がなくては困るでしょ。今こそ加護がいる時だ。そうですが、社への道は険しく、私も一度参ろうとしたところ、途中で死にかけました。俺ならたどり着ける。这个女巫长得虽然不好看，但是还是很尽职尽责的。もし社まで行けましたら、島のためお祈りして、ご符をお持ち帰りください。身につければ、御身をお守りくださるはずです。这样的就是大一点的护身符的话，会得一神社的话会得一个非常棒的护身符啊。津島にある鳥居は、すべて神の社へと通じています。ご符もそこで得られることでしょう。我们来找一下啊，看到了吗？那边的路，跳树上。好的，走。在去这个爬这个神社的路上呢，会有很多的补给，一般顺着补给品走就可以了。好，正路在这儿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尽量找到它那个牌子的入口，从入口处进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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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。嘿。跳下来就好了。在初期的话，这些神社还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到后期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下工具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来到这儿，顺这条路走看看。这条路很明显上不去啊，基本该烧断的地方都烧断了。这个位置好像看着是有路的。好，这块有一个生存者的营地。父亲病了，不停地发抖，我们的粮食也快吃完。糟糕的是，蒙古人又回来了，个个害怕的，害怕他们找到过桥的方法。找没找到，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走走，等一下，这些地方吧，在这边。刚刚好啊，刚刚好。还好还好，方向一定要把握的好才行。嗨的，从这个侧面走过去，看看会得什么样的一个好护身符。每一个神社都是比较难攀爬的，会有很多的路让我们去走，悬崖峭壁。
但是护身符给的还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好的，我们到了。嗯哼，第一个护身符，祈祷一下。卡米萨玛阿雷嘎多，有点很恼红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个卷轴，我们看一下。它每一个神社旁边都会有一个故事，就人为的一个故事。唰，好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不一样了。道和神护身符，这个是捡东西会翻倍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上面这两个大护身符栏呢，可以放这种护身符，像这种小护身符的话，放在下面就可以了。给大家看，获得补给捕兽皮、竹子、紫杉木的数量，这东西很好啊，很好用。然后在这些地方的附近都会有一些不错的收集品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。这个地方不让捡吗？风景还是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边黄色的地方就是黄金寺啊，黄金寺附近。这边是海边，但凡这个岛屿上冒着黑烟的地方啊，一般都是需要我们去解放的。这边是海边，一览这个众山小。好的，如果我们想要快速出去的话，直接从这个地方地图里面点快速移动，就可以迅速的穿越到入口，然后叫上我们的马儿继续去做任务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符的威力啊，我们走过来捡一下，捡完以后它会有三个竹子，然后过一会儿呢它又会出现五个竹子，第二次五个竹子就是它的护身符的一个附属技能，就让你获得多一点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去做携带的任务啊。前面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阿呆，看见一个温泉，这是几个强盗啊。连续对峙，等他挥动兵器的时候我们直接砍一下，因为这个技能我们已经加到满级了，所以说没有问题。收个刀啊，那就不结束了，他慢慢的话自己会挂掉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静静的泡个温泉，温泉会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干净哦，还好没有漏点啊。它这个温泉是有很多的，它是可以增加这个血量上限。あの日を忘れ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、俺が子供でなければ、弱く臆病でなければ父上を守れた。其实我觉得他怂一下是挺好的，如果没有当初他怂的话，可能他就在这个游戏里面当不了主角了。哎，可以看到啊，血液提升了，每当他转身能看到精彩的部位的时候，他就いい子だ、影。在林间呢会遇到强盗，在路上走啊会遇到蒙古人，所以说大家量力而行。在前期的话对峙是非常有用的，对峙是非常好用，因为他没有假动作，到后期的话他会有假动作，知道吗？特别的崩溃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鹿啊，这个鹿不要去射杀，因为他不会给你任何东西。路上又碰见几个蒙古兵啊，这个很尴尬，他们劫持了一个人质，我们就过来营救一下他，稍微调一下画质，这个画质显得更高级一些哈。体は動きますが、蒙古が川の上の辻から見張っとるんです。アザモの方には危うくて行けません。始末しておこう。好的。哎，小幅增长，捡一些东西什么的。OK， 我们继续。
任务走起。这个时候我们解救的话，他会给我们指示出一些地方啊，这些问号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探索。继续走啦。看到这个地区了吗？哈，我们也是离我们的任务越来越近了，找一个地方下去。这找一个下去的路还不容易呢。嗯，这有岩石峭壁的哈。这个地方就能下去。好的，我们从这下，稍微调捷径。哇，真惨。好，天黑了都。小松だ。ユナと。寻找他们，这个就是他的铁匠铺啊。怎么起了这么多雾呢？硝烟。看一下哪里有敌人。いさかいか？哦，在这儿。不要急，从这边来一个暗杀。什么打？没得做大锤！先解决弓箭手，这都没看见。还有哪？还有哪？还有谁？武器都捡一下。杰奈和他玩得很开心啊！来吧，杰奈，我帮你一把。呀，不好意思。ユナ、お主か。待ってたよ。终于来了。タカはどこだ？村の連中と隠れてる。ここも猛虎に襲われた。出迎えは殺され、ほとんどが捕虜にされたよ。残りのものを奪いに戻るはず。今のは石膏だ。ほどなく軍勢が押し寄せるぞ。なら逃げなきゃ。すぐに。いや、村を守る。はあ？好，一脸懵。民も失えぬ。望むならば、お主は行け。いやだね。私も逃げるのは飽きた。杰奈也是一个女中豪杰。接下来要进行一个比较艰苦的一个战斗。就我现在这个装备的话，不一定能打过啊，可能要多试几次。何人生き延びたの？そんなに多くない。ほとんどが百姓か鍛冶屋さ。戦いそうにないね。すべて一人で打ち取ったとは見事だ。稽古したから。矢の余りはあるか。使ったやつは引っこ抜いてまた使うのさ。剑士只能拿这个用过的啊，还是比较真实，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造这些弓箭，所以说所有的武器是都需要从别人身上得到的。有有有。しばらくは戻ってこないよ。これから火事場に向かうから一緒においで。上来搜刮一圈啊，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升级。火事場は動くか。ああ。
でも火はつけないよ。煙が出たら最後、猛虎に居所を知られるから。いや、釣り出してやろう。さすれば地の利を生かせるはずだ。火事場をおとりにするってわけか。有利地形。酒井様、姉さん。タカ。接下来就困难了。你看，声音非常甜美的，长得大胡子、络腮胡的弟弟，我也是醉了。看他这张残念的脸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长得特别老。忍び込める道具がいい。ここには火事場がある上、お主も腕利きだ。最高のね。作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が。じき猛虎が来るのでは。村は必ず守ってみせる。任せときな。火事の助手がいります。幸男という名の。どこにおる。嫁を探しに行ったはずです。村の方へ。俺に任せろ。ユナ、戦の支度を。できてるみたいです。找到幸夫。这边你看，这边是绑着的，绑着的我们就要小心一些。如果我们被敌人发现的话，敌人是会去杀人质的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就一个一个杀了就行。左岸杀流。这就没什么人了，剩下就是直接上楼。哎呦，好黑呀！OK。誰か。ユキオか。お願い。はい。タカが火事場で待っておる。お待ちを。妻と妹が川にいるんです。今すぐ案内しろ。こちらへ。俺から離れるでないぞ。帮他再救他的媳妇儿。看一下位置啊。好吧，他在等我们。隠れろ。直接把这个刀移。血を見るな、よいか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冷静，冷静。猛虎に見つかった。ここにおれ。やだ、やめて。ハラゾロ、サムライ。这个好打一些，这个是盾牌。天哪！没有学天之一刀，太惨了。再来一遍。ここにおれ。ここにおれ。参る。直接对峙。对峙能杀三个。还差一个。来吧。そうそう詰めるの。
OK， 最好的方法，前期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峙。对峙的话，好的话，好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来。雪夜の使いだ。生きてるの。杀三个。ついてこい。火事場へ向かうぞ。ムツ、よかった。あんた、もう会えないかと思ったよ。怪我はないな。このお方の強さといったら、まるで鬼だよ。うん。猛虎が相手の時のみだ。火事場に行くぞ。ついてまいれ。火事場に行くぞ。ついてまいれ。搞一些决心来啊！往后面绕着走，避其锋芒，不要跟他们起正面冲突，不然的话，就再带着那个什么是不大好的，算了，直接对峙吧。OK， 收刀，没有苦了，真是。应该是没有了，那我应该就是一个弓箭手。我们只要不被发现的话，村民是不会被发现的，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可能要有一场恶战。生きてたか？このお方のおかげだ。恩に来ます。猛虎が来る。ユナはどこだ？川の向こうの一家を探しに行ったきり帰ってきません。何？戻るまで火を入れるな。找到杰奈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，然后去升级一下装备的。我看一下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升级。智弓啊，稍微升级一下刀具的话，可能打起来更快一些。在那边人还挺多的。火を入れられるぞ。誰かを探しておるのか。しくじったよ。川の向こう岸で捕まっちまった。あの人たちはタカを弟子にしてくれた恩人なんだ。ならば捨ておけぬな。行くぞ。侍。侍はどこだ。嘘をつくな。お前の仲間をいたぶるぞ。侍なんて。村の奴らは。どこに消えた。知らないよ。お願いだから殺さないで。ビタルでガカルさん。有，我的天哪！
暗杀的人太少了，能解锁这个连环暗杀的话是最好的。房顶上不容易让人发现，就这一个了吗？让他走过去啊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前推，按进，听们，哎，你儿子如今努力些，躲开。助かった。没有整好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だ気を抜けない。如果有一个连锁暗杀的话是最好的，上去以后三架能解决掉三个敌人。みんなついてまいれ。好的，搞定了。前期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难的。話せば長くなる。殺し方がむごくて人じゃないみたい。そうかもね。哎，哎，算了，不要了。走吧，物资到后面还是很多的。经常能看到啊，四个人为一组。带着村民爬高上低最好。哎呀天哪，那个老大妈的眼神呢，把辅助瞄准开一下啊。这边有很多的弓箭，我们到时候这边打架的话估计要用弓箭打了。姉さん看到没有，心配させやがって。火事場に火を入れろ。猛虎が寄ってきます。ここを打ち壊しはせぬであろう。この利を逃す手はないぞ。その前に殺されるかも。いずれにせよここで猛虎を迎え撃つ。好的，准备好了，要来人了。
救人。ああ、よかった。死ぬか。搞定。真难。どうしよう。战术。笑死了，这样都行，不容易啊。处决走了好几遍，但这个任务其实是在比较中后期的位置去做的，但是我之前提前就做了，为了这个故事的整个完整性，导致比较惨烈啊，比较惨烈。平常是一次性过的，而这次大家看到剪辑版可能还好，这属于一个偷机取巧的方式过了这个任务。我们的刀具是零升级，只是加了一点点技能，还是加的暗杀的技能，所以说比较惨。早く逃げましょう。搞定了，耶！ならぬ。火事場の火を焚き、再び小松が誇る武具を鍛えよう。さすれば直ちに志村殿をお救いできよう。退下。伝説のクロード。悪くないだろう。うん。最终还是由我们的小伙伴帮忙啊，搞了一个系列暗杀，呵呵，我们应该可以升级很多。民众的希望。这有几个？把这个粘性炸弹加上，还有一点的技能，我们来加武士技能，闪避。侍は誉れを重んじると書で読んだ。それが己らと我らの違いよ。ならばなぜ我が兵は背後から斬られている？酒井は決してさような手を使わん。戦では化けの皮が剥がれる。ならば己は犬だな。不未来の下地でしか動けぬ哀れで臆病な犬だ。お前の老いも侍の道に背き、犬になるつもりのようだ。止めたくば大元国に下るしかない。为和平而战。そして我らは本土襲来の手先となる。違うか。考えておくことだ。ただし急がねば己の老いは道を踏み外すことになるぞ。それまで首がつながっていればな。ふふ。触发了一个任务。たかが仕事を終えるまで叔父上をお助けにはいけぬな。任务完成。
好的，这边有一个金丝鸟笼啊，回头我们可以拿一下。蟋蟀。坂井様、十分な素材をお持ちください。哦，雪铁呀，原来是。また来よう。铁要这么多卷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样吧，拜拜，各位。